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土大经科注》第208面，208面倒数第二行，从当中看起。行人若能于此无上甚深微妙之法，稍生信解，其人必是上根。故云专解上根。这个幕后一条专解上根，跟第一段所说的不一样。第一段是四地以上的菩萨啊，那真的是上根。这个地方上根呢，只要能够相信，能够理解，能够发心求生净土，那我们现前这些人全都是上根啊，在一起分享同学这一部经典的啊，个个都是上根。所以什么人当机，什么人不当机啊，我们读这一段文呢，自己感到很庆幸啊。那关键呢，我们要坚持下去啊，如果中途退心的或者转学别的法门的，那就不是上根的啊，上根肯定一门师父啊。那首先要认识这个法门确实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开经偈上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那如来真实义是什么啊？如来的真正的真实意，就是叫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求生净土，一点都不错啊！啊，这是如来真实意。同时，如来从真实会中啊，开演此法门。这个法门确实像经上讲的三种真实啊，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自信，就是实相，就是真如啊，真实智慧。真实智慧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在一切智慧里头没有比这个更真实啊！为什么？它保证你在很短的时间成功啊！我们看《净土神仙录》，看《往生传》，我们在那里得到一个结论啊，需要多长的时间你念佛往生净土呢？一般讲3年。啊，也不过就是3-4年前呢，深圳黄忠昌居士做实验，他听我讲经讲到这个3年的事情，他就发心做个实验，看3年能不能往生。
啊，在深圳闭关，遇到向小丽护持，啊，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满3年，他预知时知往生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才30出头啊，很年轻啊。啊，为我们走，做正传，啊，给我们做个证明，啊，这是眼前的事情啊。所以，真实慧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也就是这部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人真实智慧的真实的理性啊，往生那个利益了，无量无边的，比一般宗门明心见性，比教下大开圆解要殊胜太多了，明心见性比不上啊，大开圆觉也比不上啊。啊，为什么原因？明心见性、大开圆觉，那是自己功夫成就啊，没有阿弥陀佛威神加持。这个法门只要信愿就得佛加持，所以是无比殊胜法门啊，于会众生真舍之力，故此法门呢必须要方便究竟。那为什么一般人都能学啊？如果不是究竟方便呢，下下根人不能学，那就不算方便啊。下下根人都能修成上上果德，这才叫究竟方便啊。这个法门有啊，普令现在当来，当来是将来，一切凡愚凡夫里头愚钝的根性，不是很聪明，不是有智慧的，那还加上浊污，这是严重染污啊，造作恶业，这一些众生熄灯彼岸，彼岸是极乐世界，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故此甚深之法了，又复旁及众下。换一句话说，上中下三根都有份呐。啊，此地的上根标准跟前面不一样了，不是菩萨了。上根说能信能解，这缘很殊胜啊，遇到这个经典，这经里头的意思能理解，这是上根。那么中下根呢，遇到这个经的时候理解程度不够啊，但是他能够信愿持名就能往生，乃至于造作恶业。前面说得很清楚，烦恼不必断，业障不必消。啊，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它自然消了，自然断了。
啊，这个道理我们懂，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啊，因为我们把心完全放在阿弥陀佛了。无障不小啊，什么烦恼都会断干净啊。这个法门到哪里去找？我们在这一生遇到，真难啊，难中之难。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大愿和心。第十八愿，圣念必生就近方便。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至于为此为专戒凡夫者，盖显如来之大慈大悲也。世尊，明念末世梵语，障身苦中。乃发无上宏深大愿，故号愿王。大愿之核心呢，乃十八愿。第十八愿啊，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能够说得出来这几句话，这不是普通人了、一般人读这个经啊，体会不到这样的深层。啊，古来祖师大德，多少人都是再来人，身份没铺路啊，我们不知道啊。啊，他没有铺路身份必要。啊，目的在引导众生求生净土，显示出如来慈悲到极处。啊，末法时期，凡夫。尤其是愚痴的凡夫，障身苦重，这是说我们现代呀、这六个字，把我们现前社会状况，可以说描写的淋漓尽致。啊，凡愚。障身苦中六个字，啊，阿弥陀佛什么时候见到的？至少是十五大劫之前，他就看到了。啊，极乐世界成立到今天十劫，在这十劫之前，阿弥陀佛五劫修行，专修四十八愿，所以至少是十五劫之前。法藏菩萨就看到了。啊，这些众生怎么去救他？他造作极恶的罪业是一时糊涂啊，不是没有善根呐、一时迷了，做错事情了。啊，迷了之后啊，他就能回头，他知道错了。啊，一堕到地狱里头
就知道错了。啊，所以堕地狱不怕，怕的是你执迷不悟，那就没法子。啊，如果你勇于认错，我错了，啊，我后不再绕了。这人很容易离开地狱。啊，那么还有一类人习气很重，爱面子，知道错了，死也不承认，堕地狱还不承认，那就没法子了。那地狱那些罪就得吃，就得受了。啊，我们在大乘经典里面看到很多卧道的众生，只要回头，立刻就会离开卧道。啊，常借在三途轮回，而没有法子离开，那真的是愚痴。啊，像释迦牟尼佛所说，当年。其数皆孤独也，那一窝一群蚂蚁。其尊佛出世了，他还没有脱离蚂蚁身，那比地狱还苦啊！地狱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呢。其尊佛出世，啊，所以。业障里头最怕的是什么？是愚痴啊，醒悟不过来啊，贪嗔不怕，愚痴最可怕。他不会觉悟，他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啊，所以十方世界诸佛如来都称弥陀为愿王，大愿王啊，大愿王是对阿弥陀佛称的，那个愿是48愿呐、啊，愿愿都是度众生呐、啊。而48愿的核心是第18愿啊，第18愿的愿文揭露在此地。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10年，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我一除五逆，复一谤正法。这是第18愿，大愿的核心呢，方便到基础啊，生念必生，啊，这个地方字字句句我们都要留意到。对象呢是十方众生，也就是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阿鼻地狱，就是无间地狱啊，所有这些众生只要闻我名号，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啊，只要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字，你看这个多简单，多容易，啊，听到怎么样？要至心信仰，
的关键就在这一句了。啊，智心是真心，菩提心里面的至诚心。啊，菩提心有体有用。啊，菩提心的体是至诚心，观经上讲的。菩提心的其用，用有两种，一个是自受用，一个是他受用。啊，自受用啊，称之为身心；他受用，回向发愿心。啊，这是观经上讲的。大乘起心论上说，菩提心，菩提心的体是直心。啊，那么佛在观经上讲至诚心，我们现在明白了，至诚心就是直心，直心就是至诚心。我们把经论合起来看，意思就比较容易懂。啊，自受用呢，起心论上也叫身心，跟观经的完全相同。啊，他受用啊不一样，他受用啊，观经上讲的是回向发愿心，起心论上讲的是大悲心。啊，我们把它合起来看。啊，古人的注子，什么叫身心？一般注解里面呢，用好善好德比较多。啊，好善好德。啊，什么是善？什么是德？标准在哪里？古德说法很多，啊，我在这么多年来，啊，在美国大概25年前，我讲菩提心呢，就用《无量寿经》的经题，啊，讲身心。啊，要大家容易听得懂，比较明显清楚，我用了10个字：真诚。啊，是菩提心之体。那么这个地方，智心就是真诚。就是菩提心的体验，可见的发菩提心了，用真心了。真心的自受用，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我在觉上加了一个字，正觉，啊，因为通通用2个字：清净平等。正觉，自受用啊，他受用呢，慈悲啊，所以我用10个字讲这个真心菩提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要发这个心啊，起心动念呢，不能离开。跟这10个字通通要相应，你菩提心就真发出来了。啊，那就是真心，真心
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真心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通过释迦牟尼佛的介绍，相信阿弥陀佛法四十八愿，阿弥陀佛五戒修行，真是功德了，不是假的。啊，相信我跟弥陀是一不是二，这个太重要了。相信世尊在观经上讲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你得相信这个，这是我们大信的根啊。啊，没有这个信心，你这生不能成就啊。啊，要是欢喜爱好，我对经宗法门喜欢爱好，喜欢爱好的什么程度呢？我决定发愿求生。我喜欢爱好，不想去，这是假的。这是你对极乐世界认识不清楚。你要真正认识清楚，你能不想去吗？没有这个道理。啊，你肯定是想去，而且是越快越好啊！啊，还愿意在这个世间多待几天吗？有这个必要吗？啊，弥陀慈悲在那里建立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跟设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大力的在宣扬，在介绍啊。啊，有智性性要，有这一句四个字啊，就是跟阿弥陀佛有缘。哎呀，佛不度无缘之人，这是有缘人。啊，智性性要跟阿弥陀佛缘就深了。啊，所有善根，这善根是什么？第一善根，善根当中的善根。幸运持名，心心相印呐！无上的善心、善根呐！啊，下面讲心心回向，一个心就是向着极乐世界，就是向往生，就是想见阿弥陀佛。啊，到那个地方天天去上课。啊，同时你也天天在讲经啊。阿弥陀佛那里学了，十方世界去宣扬。众生有感，随类化身。你到那里去肯定讲经说法都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没有善根的人替他种善根，有善根的人帮他善根增长，已经增长的人帮助他成熟，
就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就干这个事情去了。叫愿生我国，乃至生念。啊，生念讲求就很多了。啊，当然，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临命终时最后的生念。这决定往生。平常念佛，临命终时最后的念头不是念阿弥陀佛，他没去。这个道理要懂。啊，一生念佛，到最后啊，临终不是念佛，这个事情有吗？真有。古时候有，现在也有。我初出家的时候，在台北云山灵济寺，灵济寺有个念佛会，会长是个林居士，啊，林道奇居士，年龄比我大。老佛教徒，啊，他在一家银行担任总经理，福州人，啊，这个念佛会是每一个星期一次，就在灵济寺大殿。啊，念一天佛，啊，他对于佛法器都很熟。念佛会里面，他担任维诺，临终念佛。往生的时候，贪生怕死，告诉大家不要念阿弥陀佛，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他不想走。那真有这些事情啊！一生呢，自己念佛，口口声声都要求往生，还劝别人往生，临命终时他不想往生。啊，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事情呢，我们可非常感叹呢，怎么会这种事情出来呀？那么生念也可以用在平时，啊，祖师大德们慈悲，知道有一些众生在这个世间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学习经教，也没有时间呢念佛。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虽然对佛法恭敬虔诚，但是理不明啊，啊，信心就不坚固啊，啊，怎么办呢？哎，看到大愿里头有生念必生，于是乎就相处。早晚课啊，就念十句佛号。啊，祖师教人的是一口气叫一念，这一口气长短不拘。啊，就是一口气成为一念。啊，你看，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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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一口气叫一念，念十口气。这就方便多了。
早晨起来啊，梳洗干净，家里有佛堂，面对着佛像；没有佛堂，面对西方。啊，修这个生念法，晚上在睡觉之前啊，也修这个生念法，一天两次，一生都不中断，也叫做生念心。啊，这个对于工作繁忙的人来说，也能够让他跟经上所说的相应的。一天都不断，养成这种习惯了，啊，让他心里常常有福，念念不忘求生净土，这个意念太重要。一念心里真有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1997年、1998年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好像是1997年的事情。我跟伊斯兰教接触很密切，啊，都成了很好的朋友。伊斯兰教的规矩是每一天5次礼拜，无论做什么工作，到礼拜的时间，工作要放下，做礼拜去。啊，一生都不可以中断。所以在全世界，伊斯兰教是最团结的。为什么原因？就是这个制度啊。一天5次祈祷，他们心里都有珍珠啊！啊，所以我就想到了，哎，我们这个生念法也可以这个用法，所以就我就想了，一天9次生念法。比他还多，他这5次，我们9次。那我这个生念法呢，只念10句佛号，不是一口气，10口气不是的，就是10句佛号。啊，像现在印光法师教的这个方法，哎，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记得清楚。啊，大概这10句佛号也不过2分钟吧。啊，快慢不拘。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清清楚楚。啊，口里念得清清楚楚，自己听，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即有数，10句清清楚楚。我这一句佛号是10句里头的第几声？时间很短，2-3分钟。你早晨起来用这个方法，晚上睡觉之前用这个方法。啊，3餐饭吃饭的时候，我们不念供养咒，念阿弥陀佛，10句阿弥陀佛。你看3餐饭3次，5次了，在你上下班。上班工作的时候，工作之前
念十句佛号再工作，下了班呢念十句佛号再离开啊。所以上午上班两次，下午上班也两次，一共九次。如果一生一次不缺，我们不会输给伊斯兰的。啊，这个方法，我提倡这种十念法，好像是在97年之前，97年韩馆长往生，啊，因为我在美国，我是在新加坡讲经的时候学到的，啊。我在美国提出来的，美国的时候许多同修用这个方法告诉我很有效，啊，美国净宗学会把我这个方法就公布了，许许多多人都知道，啊，神念法，啊，这也符合第十八愿啊，方法越简单越容易越有效果啊，他的精神他的用意他的目标就是叫你念念不忘阿弥陀佛啊。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符合这个精神呐，啊，符合这个想法了，说明这个念佛不难。方法容易简单有效啊，啊，关键就在至心心要这一句啊。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全在这一句啊，这一句就是第十九愿发菩提心。啊，说若不生者不取正觉，这是佛的宏愿，你决定的生。啊，你要是不往生的话，那阿弥陀佛就不成佛。啊，阿弥陀佛成佛已经十界了。我们就能相信弥陀这一愿兑现了，他成佛了，这一愿不是假的。后面唯除忤逆这一句话是附带说的，是希望你不要造重罪啊，忤逆食物是重罪，都是地狱罪啊，造了忤逆食物行不行呢？行，还是能往生，十念都可以往生。但是后头这一句不能往生，毁谤佛法，他不相信，那这就没法子啊，不是佛不度他，他不接受我啊，这个叫真的跟佛没有缘。只要你相信，你一生都不相信，临命终时候信了，真信了，他就真能往生。不可思议，堕地狱，在地狱当中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劝导他，他一下接受了。
他也能往生啊。我们不是常常听人讲啊，现在地狱众生啊，好多都往生了，都离开地狱了，地狱都腾空了，哎，大概要换人了。啊，我们现在造作恶业的不相信的，可能都要去补充，跟他们换班啊。这可不可能呢？可能。啊，为什么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关键在心想，想佛就成佛，那不想成佛的就成不了佛。啊，现在人想的是什么？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想的这个。啊，伦理道德不想了。啊，孝悌忠信不想了。啊，祖宗老师不想了。啊，这佛菩萨神仙更不想了。认为那是迷信。啊，你给他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不能接受，啊，这个就没法子了。啊，做多少好事也不能往生，那不相信嘛？真的，那难信之法了。下面我们看念老的话，盖以生思反复，迷心逐尽，沉沦苦海，头出头没。这十二个字是讲六道众生，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怎么来的？迷心，迷失了真心。啊，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妄心。啊，妄心总的来说呢，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心。啊，细一点来说呢，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啊，中国老祖宗千万年来教人伦理道德，现在人都没有了，无人没有了。啊，人与人之关系破了。五伦本身就是最好的团结。所以团结这两个字在中国古书里都找不到，这是从外国来的。为什么中说中国人没有？中国人本身就团结的，五伦就团结的，因为外国人没有五伦呢，他想团结。啊，中国人讲关系，父子、夫妇、君臣、兄弟、朋友，这人伦呢？
人与禽兽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他懂得关系，把这些关系处好，啊，有道德，基本的道德，一刻不能够离开的。仁义礼智信叫无常，常是永恒不变。这是个人啊，现在这个都没有了。我昨天才听到一个信息，我们不看报纸不知道，说有个小孩被车碾死了啊，路上人看到去没有一个去帮助他。啊，也引起社会一般人讨论这个事情。讨论没结果。啊，你是要该不该帮助他呢？啊，又有人，你要帮助他，他反咬你一口。那他要求你赔偿，你怎么办？啊，所以现在人，现在的人，在现在社会之下，遇到别人有大灾难，不敢陈述冤仇，啊，怕惹祸上身，那例子太多。啊，老人跌倒了，摔倒了，你都不能扶他，你扶他，他是你把他推倒的，要求你赔个十万二十万，你怎么办？啊，社会为什么演变到这个样子？我们把伦理道德丢掉了。古人说人皆有恻隐之心，现在人没有了。啊，同情心、怜悯心，啊，帮助别人心全没有了。啊，自私自利到了基础，人不如畜生，人不如魔鬼。啊，大概人跟地狱众生差不多了，所以人死了直接到地狱去了。啊，鬼畜生的资格都没有啊！你说多可怕！啊，我们想想这有道理，在佛法里讲得通啊，因果上讲得通。这个在当前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我们期望宗教能团结起来。啊，来把这一堂课补上。那我抓到这个机会就宣扬这个想法。啊，可是现在宗教真正学习教理的人越来越少了。啊，宗教现在只着重于祈祷。很少有教理公开的研究学习。这个对于
改善社会，有着正面的作用啊！没有人去做了啊，社会的动乱，地球的灾变，人人都担心，人人也都害怕。啊，口里说不相信，实际上心里头依旧在胆怯。畏惧。啊，造作恶业没有停止，还继续在努力在造啊！啊，希望神，希望佛菩萨保佑他。能做得到吗？啊，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有没有佛菩萨？现在提出质疑的人越来越多。啊，不相信圣人，不相信因果，不相信伦理道德，他什么都不信。啊，现在怎样叫人回过头来？大概只有死了，堕到三途了，这个时候再后悔。啊，后悔来不及了。啊，我们这些少数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家都是过去生中遇到佛法，曾经供养，像经上讲的无量诸佛如来。啊，在今天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能够遇到大乘经。能够遇到大乘里面第一经，无比殊胜的法门啊，能够得到华严祖老居士给我们帮这么大的忙，啊，将古今这一些大德、祖师大德对这个法门的开始著书啊，汇集成这样一本的注解，帮助我们理解无量寿经，让我们升起真心，升起求生的大愿。这是无比稀有的缘分的百千万劫难得遇到一次啊！我们有这个善根，能够相信，能够理解，
能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看是我们看到还有许许多多的众生依然是迷心浊见，现在的见不好啊，都是名闻利养，七情五欲，搞这些东西啊，果报沉沦苦海，地狱三途，头出头没。说若无此生念必生之大愿，众生何由得出轮回？那么哪些人堕地狱还能出头呢？对佛法有一些了解的人，甚至也学过佛法的人，只是半信半疑，经不起现在社会的诱惑，啊，造了严重的罪恶，啊，他躲在地狱里头，菩萨容易救他。啊，跟他讲生念必生，介绍他净土，他阿赖耶识里头有种子，啊，这一相应真的他离开地狱。啊，离开地狱是不是能往生？这又是个问题啊！多半离开地狱到哪道去？到人道了，到天道了，这是最平常的。如果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要真念佛了，真正发菩提心啊，要真正听经闻法啊，这才能帮得上忙啊。不能够真正听经闻法啊，智心心要发不出来，智心发不出来，真正忏悔啊，故为多障众生特垂方便开此一心之法，甚至于今灭时独留此经以作周行，故云专为凡夫也。啊，所以阿弥陀佛为多障的这些众生特别开这个方便法门啊，一心之法啊，只要具足这个地方是四个字，至心信要，经典里面所讲的六个字，发心一向转念啊，我把菩提心减少了两个字，发菩提心，我说发心啊，只要真心发心求生净土，
那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菩提心不懂啊，我真相信，我真想去，这个念头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甚至于将来今在这个世间完全消灭了，这就是灭法。学佛的同学，很多人都学到了一句话，正法久住。那现在是末法了，说正法久住好像毫无意义，正法已经过去了。可是佛在《般若经》上讲过，他讲正法、相法、末法讲得很清楚，有讲经的人，有听经的人，有依教修行的人，有修行正果的人，诸位要知道，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正果。此时此地就是正法。般若经上这个说得好啊，那如果此时此地有人讲经，有人听经，有人真正依教修行，没有正果的，这叫想法，没有正果的啊。再其次的呢，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没有真正修行的，这叫末法。如果连讲经的也没有了，听经的也没有了，这叫灭法，法就灭了。佛在般若经上说的，说得好啊。啊，那么我们在今天此时此地，确确实实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依教修行的，真有往生的。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正法。正法久住是真的，不是假的。讲经不能不真修啊，为什么？不是真正依教修行，你讲不出来呀。你能讲得多少啊？看到你修行的功夫啊，你的功力深，你讲的也深入，讲的也透彻。你没有功力，没有修行，你讲的是皮毛啊。纵然祖师大德的注解也是文字表面，不一样。所以经灭之后，总会有那么一天呢。但是独留此经，这部经还多留一百年，
100年之后，这个经没有了，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再留100年，在100年之后，阿弥陀佛没有了，没有人念了，没人知道了，啊，灭法时期了。啊，佛告诉我们，还有9000年。啊，其他宗教都说世界有末日，佛教没有。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怎么会是末日？啊，所以说转为反复这个法门。这部经典有密典啊，这是密宗的经典，毗卢遮那经啊，上面有这么一句话：大悲为根，菩提为因，方便为究竟。大悲是心呐，是自信里头的第一德了。自信里头本来具有的，就慈悲心呐。孟子所谓人皆有恻隐之心，就是说的这个啊，人有同情心，人有怜悯心，看到别人有困难，肯定他伸出援手啊，这是心德，自信本有的。现在这个德没有了，那就是迷到真的，迷到所以然了。啊，自信里头的心的痕迹都找不到了，人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迷失了自信。有时候现前啊，这一切不善的熏习，把人那一点点善良的念头啊，都熏没有了。那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地狱业报。真的是连恶鬼畜生都没有份，你说多可怕！我们看下面解释：盖名必有就近方便度生之法，方是如来果觉之究竟。故生念必生之究竟方便，是由于阿弥陀佛究竟成就之最极方便处，正是本经中如来定慧究常无极处。这是从密教经典上说起来的啊，来看无量寿经啊，必定有究竟方便的度众生的方法啊，简单容易，人人都能学，不管男女老少啊，各行各业
都不碍事啊，这才是如来果觉的究竟啊。陈乐福没有这种方法，那不算究竟，不算是圆满了。所以生念必生呢，那就是究竟方便啊，一点都不难，不妨碍你工作，不耽误你时间啊。我们提倡的每一天九次，一次只两分钟啊，只要你每一天不间断持之有恒，它就产生作用啊，符合第十八愿啊，你决定得生净土。所以这是弥陀究竟成就最极方便处啊，也是本经当中释迦牟尼佛赞叹弥陀定慧究常无极啊，这里如来就是称的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的定慧达到究竟圆满啊，所以他教给人的方法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啊，成就跟化身菩萨是平等的啊，不断烦恼，不要消业障啊。现在我们知道，不是不要消，不是不要断，念这个阿弥陀佛，业障自然消了，烦恼自然断了。啊，为什么？烦恼跟业障啊，跟阿弥陀佛不能够同时并存。心里有阿弥陀佛，业障跟烦恼自然就化解了。道理要懂，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所以经人焉能因此法之异行而鄙视之乎？啊，学佛的人瞧不起净土很多，我们自己早年也是这一份子啊，很不容易，我也很幸运地转过来了啊。如果要不能转过来，这一生就白学了。确实就像黄念老所说的，我们要学禅，要学教，要学密，都是种一点善根而已，这一生毫无成就啊。参禅便说开悟了，得定都不可能啊，学密三密不能相应，学教不能大开圆解不如老实念佛，老实念佛能够消业障，能够断烦恼。这桩事，这个道理
我们不能不懂啊。下面念老举个例子，例如彩色电视机、录音机、电子计算机，必须安全易用，很容易，人人都拿到手都会用。虽与科技无知之人，我们对它的构造原理不知道，可是你一按电流呢，就能够享受最现代的科学成果。这举这个例子，念佛法门就是这样的，它是高科技。念这句阿弥陀佛，就像按这个按钮，这钮一按的时候，你业障就消除了，烦恼就没有了，这个不得了啊！这么大的作用啊！对于我们切身来讲，我们身体有很多病痛毛病，这一念佛的时候，什么毛病都没有了。烦恼病没有了，业障病也没有了。冤亲债主来不着找你，不来找你了。为什么呢？你有护法神保佑你。到冤亲债主来找你的时候，他是来求你超度的。他不是来抱怨的，也不是来讨债的。以前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一笔勾销了，现在来求帮忙，求超度。只要你有这个能力，他就来了；你没有能力，他不来。他找你没用处，你帮不上忙。你有这个能力，他就来找你。人必因其安全容易用，而赞其科技之先进，以同理也。又言能因持民之意行而轻视法门。那就错了。这个法门的德用太大太大了。但是非常简单。真心切愿，一想转念就成功。幕后一段，从愿起心，发心专念，正是当机。我们有份呐！我看念老的注解，故知。上知念说这两种说法各有所重，各有它的重点。一就是第二段，则赞进法之普备，守在着眼于凡夫。也就是这个法门的普及，是普世的教育，人人都能得利，特别是讲的
六道众生。这第三段呢，显持名之深妙，彻底承担了那是善根。啊，那我们虽然不知道深妙，也能够彻底承担，那相信了吗？我真信吗？我正发愿求生吗？一天到晚真念吗？这个人也是善根。他跟马明龙树、智者永明有什么差别呢？都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智者永明清楚啊，真懂啊，啊。这些乡下的阿公阿婆都不懂啊！啊，念上三年真往生了，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致菩萨去了。啊，做了阿惟越致菩萨，就跟永明智者差不多了。就赶上了，所以故应会通，莫思句下，不要思在句下。啊，怎么讲法？一定要把他讲的义理搞清楚、搞明白。啊，盖此法门，巧辟诸根。非常善巧，所有根性个个有份呐！啊，所以古人讲啊，上中下三根普摄。凡身其手啊，如要解云，上上根不能与其坤，坤是范围啊，不能超越它的范围。下下根呢，也能真其欲，欲是区域。啊，也能到达。这个法门到哪去找啊？啊，上上根呢，是化身菩萨了，圆觉罗汉。那下下根是地狱众生呐，啊，地狱众生在人间学佛，对于佛法，实在说呢，半信半疑。为什么来学佛的？可能出家的动机不是为正法救助、弘法利生，不是为这，啊，为什么呢？游手好闲。啊，不必在社会上谋工作很辛苦啊，这一出家一切享受现成，
上一次我到日本就讲经，日本出家人收入都不错啊，又不要纳税，工作很轻松，真舒服啊。他不是为佛法弘扬方法佛法来出家，那么这个发心就错误了。出家之后贪图名闻利养，造地狱罪业。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他不怕，怕不怕？他不怕。为什么不怕？他不相信出家人不相信因果的人很多。我早年在出家，在台湾出家，刚出家没多久听着一些老朽的在出家人年岁大概大我十几岁二十岁的。我出家的时候33岁。四五十岁的这一批就长我们一辈了。在寺庙里的聊天讲到因果报应，他们提出来，你真相信啊？我那个时候听了吃一惊啊，他怎么不相信呢？他怎么说？那是佛骗在家信徒的，哪有因果报应呢？讲经讲因果，你讲给他们听的。这还得了？所以佛法之衰，衰在哪里呢？经教不讲了，不研究了，根本不提了。出家人也走向了享受的这种生活。所以犯规破戒的事情很普遍的。这还得了？真不得了啊！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真的如果是不是守住经教，一天也没有离开，为什么要讲经啊？讲经你们一定要去要看经本啊，你要准备功课啊，否则的话你第二天上不了台啊。我是用这个方法来规范自己天天读经，天天学习，60年如一日。如果丢掉经教啊，你说我能不跟他们学吗？能不跟他们一样吗？我不敢保险，我不敢说我能受得住，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只有天天在经教里面呢，你才能活得下去，
这里头有乐趣，有法喜充满，啊，才真正体会到古大德所说的“世味哪有法味浓”，浓厚的法味。啊，我们才不至于辩解，不至于堕落。啊，不容易。啊，除这个之外，你要是老师定下什么规矩来教你，都是假的。定下规矩，有人能守吗？不可能呐！必须要你自己尝到乏味，哦，真不一样啊！你才活得快乐，欢欢喜喜啊！你要尝不到乏味，你苦不堪言了啊！这个乏味没有10年，你尝不到。它是前面苦后面甜的，你这个10年的苦吃不到，后头的甜味就尝不到了，至少要10年了，你才能尝到味道啊。前面这个10年很难过，什么障碍都有啊，多少人来劝你别干了，别干傻事了啊，这迷信啊，你学佛嘛不错了，怎么会迷到这种程度？都骂我。啊，我学佛的时候只有一个赞成的，方东美先生。只有他一个人赞成。他说你的路走对了。其他的同学、长官、朋友，啊，没有一个不骂我。啊，怎么年纪轻轻变成这么糊涂啊，迷到这种程度啊，可是20-30年之后他们退休了，碰到我的，你的路走对了啊，他才知道我这个路是对了啊，他们想跟我走来不及了，差距太远了啊！所以我一生感谢老师啊，都是老师带的老师虽然没有财力，老师有智慧啊，指出这个方向，指这条路是真的。啊，接着看下面，凡啊，甚凡其首，立顿席毗。啊，圣人，小圣，阿罗汉毗之佛，大圣，地上菩萨了。立根，顿根。全都有份，而且是一个方法，信愿持名，等觉菩萨也用这个方法，下下顿根还是用这个方法，方法相同，所以成就也相同，不可思议 啊，为什么呢？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做阿惟越致菩萨，方法相同，果报相同。
弥陀素朝，为此法门，为尽摄立顿诸根，悉皆度脱。定云：助于法门，就像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说高智呢，在下机俱分，这法门高的。像大摩祖师传到中国来的禅，六祖坛经，能大师讲得很清楚，这个法门直接上上根人，上中下三根都没有分，只有上上根人能得利益。这就是高德。下级俱分，卑之呢，则不披上根。卑是下等，像阿含经，上上根学觉得这个太浅。他提不起兴趣。是以华严如莽，荧光正解。华严什么人学的？法身菩萨。他的当机者41位法身大师。华严是释迦牟尼佛在定中讲的，你没有证得法身，释迦牟尼佛定中境界你进不去。你要想听华严经，必须有法身菩萨这个条件，你才能够入佛定中的法会。设法界里的人没分，全教菩萨没分，他的标准，别教初地，原教初主，要证得这个果位，才能参与华严法会。所以声闻缘觉全教菩萨是如莽啊，他看不见的。荧光那就像萤火虫的光一样，这是什么？讲全教以下，他们没有这么大的智慧，入不了这个境界。是为此一法，持名念佛这个方法，上下兼收。上根，像这些大菩萨们，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通通都发愿求生了。下面一直到地狱众生，这还得了吗？可谓万病郁于阿且，千期沉于居也。这两句话是比喻。阿且是药名，叫阿且陀药。这个药能治一切病，无论什么病，你遇到这个药就能都能治好。所以把阿且陀药比喻作
持名念佛，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一种就够了，其他的你都不必去问了。啊，千器，器是器皿，千千万万种，啊，成于具也。也是业力，我们讲的一个很简单的模型，能成就许许多多的器皿。啊，我们看到陶器的制造，啊，祖师大德也用这个做比喻，那么净土持名念佛的方法就是具也，千器是比喻，上中下三根，啊，无量无边的修行人，只要遇到这个法门，没有一个不成就。又但持佛名，必生彼国。这或高或下，或凡啊，或圣或凡。乃至或疑啊，或信或疑，或赞或悔，只有彼佛变成善根，多劫多生居蒙解脱，这个功德不得了啊，无与伦比啊。啊，但持。就是这一门，没有第二门。啊，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真信真愿，他就彼生彼国。无论是什么人，啊，或是高，或是下。这都讲根性啊，根性高的人，根性卑下的人，或者你是圣人，出国以上都圣人啊，或者你是六道凡夫，或者你相信，或者你怀疑，怀疑什么？怀疑也念佛，他不是不念。啊，怀疑真念佛，为什么真念佛呢？如果真有，那我不就往生了，占便宜了？没有就算了。抱着这种怀疑的心，念佛求生净土。啊，如果真有，那我就赚了便宜了，没有就算了。啊，这种人往生都生遍地一尘。也不错啊，遍地一尘也到了极乐世界啊，不过只耽误一个短暂的事情，人间五百年啊，在极乐世界不算很长的时间啊，他那个疑心一断掉，他就入品了啊，下下品往生或者下中品往生啊，很容易就入品啊，这是有心有疑，或者是赞，或者是回报。啊，回报是什么？先回报，以后明白了，忏悔，改过，认真念佛，
像天亲菩萨就是的呀。最初他学校成毁谤大臣呐、他哥哥无著菩萨帮助他，把大臣详细讲解介绍给他，他懂了，非常后悔啊，造那么重的业啊，谤法啊，忏悔的心生起来了，跟他哥哥讲，我忏罪，把舌头割掉，那舌头造的业，他哥哥给他说，不必割舌头啊，你过去用这个舌头毁谤大臣，你现在可以用这个舌头去赞叹大臣，他听了以后一教奉行，从此以后赞叹大臣啊，这叫真忏悔，真正改过。他造往生论，三经一论，这一论就是天亲菩萨造的，他往生极乐世界了。说只有彼佛变成善根，不管他信不信，只要他知道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种子就种下去了。不信没有关系，就怕他不知道。他知道了，善根就种下去了，变成善根，多劫多生，具蒙解脱。多劫多生之后，预言这个善根起现行，他就能得度。所以没有善根的人，我们有义务啊，帮他种善根呐、他现在不相信没有关系，一定要帮他种善根。我们今天能信，都是过去生中啊有善根呐、过去生中没有善根，你怎么会相信？哪有这种道理？我们过去也有很深的善根，但是这一生当中迷了人家劝我们，我们都不能相信，不能接受李老师劝我学净土，苦口婆心的至少讲了十几次，我都没有接受。以前排斥反对，不反对了。他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我读了，读了之后对净土再不反对，也很尊重。但是对这个产生不了兴趣。所以我学净土跟同学们报告过，是讲华严经，讲了一半突然有这么一天起了个好奇的心，文殊普贤怎么成就的，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讲经粗心大意，经讲了一半，不晓得善财修什么法门，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成就的，不知道。那到华严以后没找啊。到《四十华严》第39卷看到了，
文殊普贤都是求生净土。我当时看到这个经文就呆了。啊，再仔细观察善财童子，彻时彻宗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然后我再回头想一想，《法华经》、《楞严经》啊，《楞严经》里头二十五圆通，我明白了，我看懂了，看到观音是指修的念佛法门，而且看出这两个法门在二十五圆通章里头特别法门，不按照顺序排列的，也看出来了啊，对这个法门在接受了，完全相信，不再有怀疑了，不容易转过来啊，要不是讲这些大经大论，我这一生跟净土依旧有很严重的隔阂。啊，没有过去生中这个基础，这种善根，这一生都不可能有这种缘分。啊，所以真不容易。啊，我承认这个法门难行之法。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